第一个提示，男生都有的东西。渣。不是。好，第二个提示，上厕所都会摸到的东西。男生上厕所都会摸到的东西。哦，我知道，大便。男生上厕所怎么会去摸大便？好，第三个提示，哥哥，我有一个很大的东西。屁股，屁股。屁股哪里很大？我要使出杀手锏，我有一个很小的东西。我知道，鸡鸡。我知道，鸡鸡。鸡鸡你。